这个谢谢各位大哥，敬礼。陈年，你说的那游艇呢？你说的游艇去哪了？送过了，我没看见，你乱送干什么？陈年，你今天送我多少趟游艇，我都不领情。你今天这个完全是来砸场子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送了我195万的心跳啊！那陈年继续刷，继续刷，赶紧突破200万啊！这个进一步巩固我作为小米第一网红的地位啊！小米同学啊，苏毅，苏毅，你有钱继续刷，赶紧刷，赶紧刷，绝对不能比陈年刷的少啊！陈苏毅啊，陈苏毅，如果你刷的少的话，我马上打电话骂你啊！哎，苏毅大哥，那个飞机、汽车、房子、信用卡，通通拿来啊！这个谢谢高山流水啊，谢谢陈陈年不谢了啊，陈年啊慢走不谢啊。这个苏毅，你怎么可能比陈年少呢？你少多丢人啊！啊，陈苏毅现在排第一，陈年第二，陈年兄弟加油！陈年兄弟的游艇这个叫什么船队在哪呢？陈年加油，陈年，这个苏毅加油。这个现在苏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送了我最多的这个，苏毅已经把他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来送给我了。哎呀，陈年你肉麻不已。这个陈年今天一晚上送了无数的飞吻，搞得我的屏幕上全是飞吻。谢谢崔宝秋啊。哎，陈年兄，我现在统计一下你到底送了我多少心票啊？陈兄已经送了我16万心票，哎呦。已经荣居榜首了，苏毅同学，你要加油啊！现在你已经被挤到第二名了。大家送枝花就好了，千万别送我车，千万别送我游艇啊！这个我只需要车就行了。啊，不，对不起。怎么表示谢意呢？我看到很多主播呢比了个心形，你看我们比的像不像？我觉得这样，我跟那个另外一个主播学了一招，叫这个谢谢各位大哥，敬礼。